摘了它就要死了，我求你了，摘了太好玩了。嗯，我们送你们走呗，送走我们就走了。别拍了，兄弟，没事。兄弟，喂，你真的，你不是给我们这个后援会说句话啊？说句话吧，给我们云南后援会。自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然后父母安康，大家安详啊！哎，你不是昆明是吧？我是昆明的。啊，我是昆明人嘛。哎，那我记得你们有一个人说不入昆明。我们都是昆明的。昆明啊，那拍还有店吗？看。有，多的，就是为了来拍你。什么牌的呀？索尼啊。猴子家就是在上班，快都把天喝完啥了。再说点话吧，张。哎，不这。说，哎，对，说一个。太高了。太高了。手放。对，你自己长个了。没办法，我就这个了，没办法。